台湾地标101大楼和全球同步关灯一小时。24号晚上8点半已到台北信义区附近的商业大楼，用行动响应减缓地球暖化。希望大家把这个活动化成每天的行动，每天帮地球做一件有利于地球的事。我们过去12年已经累计的是60万度，而今年一年就有10万度了。显示今年的成效是比往年来的好的。商圈店家通通关上招牌灯、装饰灯。10多年下来，全世界已经串联起187个国家响应，台湾也没缺席。去年光是一个小时活动就省下了8万度电，今年更提高到10万度，相当于减少了超过5万公斤的碳排放量。像我们中午都是不会开灯吃饭，然后要出去上课的时候也会关灯。我们医院是还好哎，可是我们会那个过10点的时候就会控制只剩下一台电梯，因为晚上的话比较少人搭电梯，那如果你每台电梯都开，比较浪费电。随着人口增加，地球资源消耗速度不断加快，除了节电，惜福爱物的观念也要同步加把劲。带新闻消息节目播讯，梁家明台北播。